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家人的渔船和日本来取缔。家人这台渔船福永266号，离个平加苏东北边来作业，和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拿查定检。讲这台渔船刚进入去日本岛屿附近的海域来作业，违反着当地渔业的规范，结果是连人带船，总共有8人被扣留。上新的消息，日本同意罚款日元600万6千元，等日本摕到钱了后，渔船就会当返来台湾。渔民不用七日在落雨，爬到渔港，看起来真点清。不过半暝数渔船在平加苏东北方288海里的所在，去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取缔。我们的渔业署跟海巡署也在积极的跟那个日本在协调中。就是这只福永第66号，过后半暝啊，因伫咧钓鱼台北方230海里附近，去日本公务船临检，船长等其他情况要求上船配合检查，一早8点被扣留，经过确认，可能是因为渔船走入日本严密大岛，违反当地渔业规范，海巡署原本派舰要过，确认福永第66回归，南投舰直接驶回来。今天上午30接到日方的通报，遭日本公务船登检，那怀疑该船有一些违规的一个情势哈。据我们了解，目前船上人员均安哈。潜头啊，由姓姓的船长和姓洪的轮机长先上日本干部船配合检查，确认毒品印尼集中环防扣留在了海面上。第二透早，日本才去登去上东查草，海巡署是在6:50接到船长的朋友报案，因为违反日本当地渔业规范，所以去日本水产厅干部船取缔。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，日本兵同意用罚款600万6千元日本票，这样渔船就能回来台湾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